我想跟你说，我爱人是个律师，我想通过这次呢，对他是一个教训，我想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所以，我想还是……你的意思是，你今天就不领你爱人回去了？ 回来了啊！阿姨回来了，这鞋怎么那么乱呀？老是乱七八糟的放着。小黄啊，哎，这地也是，跟你说了，每天都得擦，要不然都有灰。不是你要盯着我干嘛呀？我有变化吗？啊？我问你呢。没有，去倒水去。 你昨晚都没睡好，爸，你给妈请个假。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这个我说你身体不好，白所长说让你好好休息休息。行了，这好事儿，没葡萄风的墙，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无所谓。哎，怎么着？哎呀，人家民警都说了，新宇这孩子挺好的，不会讹人。新宇，你怎么叫这么亲热？廖新宇。 小姑娘不错，而且呢，现在人也醒了，所以啊，咱们好好安抚一下这个事情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安抚？我怎么安抚啊？我是把你安抚给他，我要把这家安抚给他呀。那倒不至于。什么叫不至于啊？他倒想呢，美的他，我给吗？哎呀，我说文丽呀，文丽，从昨天到今天，就这么点事儿。 纠缠不清是吗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不就是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礼节的拥抱，就这么就不就什么就……哎，你那叫礼节拥抱吗？你那叫深情相拥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都一年多没怎么抱过我了。说什么啊？爸，小孩说的对，我觉得自打那个廖新宇进了咱们所以后啊，就整天跟他混在一起。哎哎哎，怎么说话呢？ 大人说话，小孩少插嘴。去，回屋去。你听见了吗？孩子怎么说的？哎，你像个当爸爸的样吗？不是那个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套古书籍马上就要出版了。廖新宇这孩子是郭社长给他派过来的，我现在一一跟你说啊，因为郭社长他这面有个指标。 今年呢，想出一套啊学术性比较强的书籍，所以百里挑一，他就找到我了。事情就这么简单，而且为了这书的质量，我必须要和新宇这小孩吧，他得接触，对吧？因为他是责任编辑，就这么点事儿。行，你接触，我没不让你接触，你出书对吧？问题是，黄忠实。 这一个半月了啊！你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你一回来吧，那人就魂不守舍，跟你说什么你都心不在焉，钱不搭意的。哎，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觉得吧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那肯定好不了。你瞧瞧，小姑娘挺漂亮的，挺年轻的，在你面前娇羞钱。那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动心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不是。 动心是肯定要动心的，为什么要动心？我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庭。你想一想，那小姑娘吧，对咱们也挺好，在事业上也比较上进，而且难忘豪杰，小鬼难缠呐。你别看她是个小小的编辑，这本书要顺利出版的话，还真就离不开她。我这么和你说，我现在是个所长。 职称是副教授，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再上一层？这点你都不懂，不理解是不是？我没有不理解，你说你，我怎么不理解？我要不理解你，我能打了他吗？我能在那待一晚上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受什么委屈？我不都为了你吗？我不都为了这个家吗？大不了我这律师不干了。不干不行，必须得干。你是一个文化的人，什么文化人？我家都没了，我还要什么文化人啊？不是，我可以，他告我没问题，他告我。
我会伤害我哥的，毁我家庭。别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律师，你懂不懂？你不干不要紧的，你不能毁我的事业。我现在是所长。我家都没能管那么多，干嘛呀？行，你俩别吵了。爸，你就少说两句。小妈这一晚上也没睡好。再说，你心里要没鬼的话。 干嘛藏着掖着呀？谁心里有鬼？有你这么说话的？我就知道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。那是我闺女，当然了。我不跟你犟了，现在几点？我看看，哎呦，9点多了。一，我要到所里去一趟；二，我还得到医院去安抚威廉姨、安抚西门的孩子。哎，还心语较着呢？你不要把心思用在跟我打仗上，你要好好想一想。 你这一巴掌打进我高兴，这他们谁说？说不好听话，派出所、民警，一会儿被我敲敲打打，你就什么也管不了。别动不动就动气，不能冷静一点点呢？啊，你相信，好好休息吧，别感情用事。 环境怎么样？风这么大，你怎么出来了呢？病房里太闷了，我想出来透透气。心雨，真对不起你。没有，老师，是我不好，让师母误会了。不是，都是他有问题。你说他不信任我可以。 因为你是实习编辑，没有正式职标。本来这件事情不想告诉你，但是迟早要告诉你，还是早一点告诉你，思想也好也好。心雨，别哭了。你放心，我会。
会帮你找工作的，真的。